这位小朋友。你是万人之中一位奇才哦。这届韩籍卫星电视台台湾水当当台语广播比赛，就靠你啊哦！你看，只要一本台语广播的秘籍，卖你一百块。稍等嘞，我是咧甲你讲生笑啦。一本我是专工要送你的，免钱。啊，不过我问你哦，你敢知即届要比赛什么？广告，无唔对，只要是国校啊，一年的、甲两年的，拢会使你报名参加。要知影详细进行请卡0722688888，嘛会使去你韩籍卫视电视台的网站，就会当报名参加。要报名，你就紧来哦。